Hello， 江哥，今天来介绍这台 Venvo TSIS， 瞧瞧这帅气的涂装，哦，棒！还有它这个，听说它后面的尾翼是可以晃的，我不确定它这模组是不是可以做到可以晃。咱们就实际上车看一下。哇！哇，第一人称。赛车衣好帅哦！来来来，哇，一共有几栋啊？看起来有四五栋啊。我们先从最旁边的这间开始看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把车子停在这里啊。哇，这个门直接穿过去了。这一间一进来是什么啦？哎，不是这里，这里啊，这里啦。OK 啊，还蛮温馨的啦，这个小型度假村。超复古的沙发配上这个木纹的墙哦，然后沙发床，好哦，沙发床放这里很好。我们直接上二楼看看，二楼。哎，蛮精致的，你看它这个冷气机放这里耶，它也是有做到一些小细节，这是一个小型的厨房，基本的东西都有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报纸放在这里？会不会烧起来啊？为什么报纸放在这里啦？这是烤面包机耶。然后这里是休闲唱卡拉 OK 的地方，哇！两张床，我觉得这里不要放床了吧。我觉得两个人住在后面那个床就已经很高档啊，这个有点不太合理哦。OK 啊，这边还有个办公桌吗？办公桌，水果电脑，好哦。那这个是给房客住的这个小型的浴室，好不好？浴室，咱们看一下那双人床。我怎么觉得这是镂空的、啊？这是可以，是逃生用的吧？这小偷给爬进来、欸。哎呦，错！但是在这边设这个会不会有点不太合理？这怪怪的、欸，你看睡觉被东西打到。好、哦，我们去看另外一间。喂，哎呦，撞到头了啦！不能偷懒哦。好哦。车库门要直接打开，这还 OK 啊。哎，这是可以进去的吗？不行啊，那好看用的。等一下，这什么花？我怎么没看过？这什么花啊？紫色，这很像薰衣草。那薰衣草没那么大只啊。Oh shoot！ 好哦，大家都在烤肉就对了啦，烤肉啊。烤肉吃月饼，然后配美酒 ，OK 啊？可以推吗？不行哎、欸！这好小哦，好小。没关系，这不是富兰克林家，这是租给别人的。咱们只是来看看，为什么这个草直接穿模啦？这有乡间的感觉，边泡澡还有小虫飞来飞去。为什么啦？它是不是有二楼啊？二楼怎么上去啊？这有二楼的吗？对，这间没有二楼，这间没有二楼。不过它旁边有这个小花，爬上来。没有东西啊，没有东西。好 ，OK， 我们看隔壁，看隔壁。Hi there. Hi. 二楼，这可以开吗？不行。咱们直接去二楼看看，二楼，来，为什么楼梯在这里啊？这好不方便啊，下来就直接撞到这个东西啊。这是一个，哇哦，小型的海洋博物馆是吧？但是没有水，也没有鱼啊。对，这是未来会有放美人鱼啊，
表演用的。诶，这边烤肉，哇哇，诶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小哦，这空间也太小，等一下怎么出去啊？你是怎么过去的？你说，啊，这里有门呐、啊，这里有门呐、啊。Whatever，whatever 什么东西 ？whatever 什么啊？不要我走过来，你就把脚抬直，好不好？把脚抬高、啊，好酷哦！咱们看看隔壁有什么？隔壁是从这边过去吗？欸、爬不过去、欸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们从旁边过去好了。虽然一次两间。这个门，哎、欸，好好好，可以哦。这个小型豪宅还 OK 啦，还 OK 啦。哎呀，哇，可以看到对面的豪宅啊。嗯，等一下，你就想下去啊，下不去啊。好了，这密闭式空间，这应该只有十坪左右吧？十坪超小的。哦嘘，就说会摔倒嘛。这间也是一个小型的套房啊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放架子的吗？这是放架子的。啊，变成一个像天花板的东西啊。哎、欸，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柜子啊，里面放了一些珠宝哎、欸，但是感觉好挤哦。超迷你耶！啊，mierda！啊，走开，走开。好，我们直接上去看二楼。二楼是什么？二楼是我们的。这是什么？吃饭的地方。吃饭的地方啊！啊，旁边还有这个是床，然后，哎、欸，这好像是卖东西的商，小型商店。哇，这个可以当做这个生存的那个豪宅的防丧尸啊，丧尸应该不会爬上来。外面还有这个洗衣用具。卖衣服的地方、啊，还有这个泡澡的地方、啊。我的裤子湿了，湿透了。好，我们这个房子看的差不多啊，看看对面，对面那间小间的倒是没有看过。爬出去啊，爬出去！我们的车库门打开。错啊，该有的都有啊，该有的都有，还有消防用具、信箱、监视器都有啊，超完善的。啊，是什么？还是什么小型喇叭的座椅啊？我们欣赏，欣赏美景。这什么地方？哦，是可以推开的，这个是。哦，哇哦，你看到下面呢，你看到下面，哇，感觉很烂，感觉很赞啊，哇，哈哈，大家都在烤肉啊，哦，我烧我啊，爆了 ，Oh no， 好，我们终于回来了，哇，刚才太扯了啊，那个烤肉架居然爆炸了。居然飞向这里，好了，最后一个地方要介绍是哪里？我看看，哪里啊？这怎么进去？来，这应该就是我们的卧室啊！哎呀，还有摇杆啊，摇杆打电动的地方，高尔夫球、跳伞啊，行李箱，满满的啤酒，边喝边睡。好了，这个模组就要到这边了。
我们可怜的小富。好了，先到这边了，拜拜。